水中下游治理工程，万代桥至后壁座排水口开工动土典礼启动敲第一敲，祝开工顺利，现场来宾请掌声鼓励。第二敲，祝风调雨顺。第三敲，祝国泰民安。台南市三峡溪中下游地理工程五月二十上午，在经济部水利署总工程师陈兆成、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地方多位民意代表见证下开工动土，三峡溪排水万代桥到二林溪汇流口子的河道整治，水利署投入31亿，分作三期计划。目前第一期三峡溪中下游地理工程已经正式启动。三峡溪这长年以来啊，都遭受到这个我们洪害的这个威胁相当多。那所以水利署这边也特别啊，依照我们三峡溪的这个特性啊，跟它的这个轻重缓急的这个急要需要段啊，我们特别报了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。那因为这个工程的经费相当多啊，所以在这个前面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呢，大概就分了三期。这三期的经费总共是31.55亿哈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做的工程是第一期的工程。诚心祈求工程圆满顺利，请上香一拜。黄市长期望在中央和地方的充分合作，继续推动改善三峡溪沿线饮水的问题，让邻近人口密集的地区和山边边的工业区会当免除饮水的恶梦，促进地方的发展。治水工作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资源下，尽量做好这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。那因为这个老天啊，过去讲到人定胜天，这是人的力量，工程的力量是有极限的。但是气候变迁是很难讲的，现在下的雨量在过去都很难想象，那未来雨量会不会随着气候暖化而更大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只能这个用有限的经费来把这个工程尽量做好，那希望这次的工程能够如期如质，最好是提前，那但是质量品质不打折的前提下能够提前完工。万代桥这个部分的工程整治，在台南市民心目中是充满期待的，但是黄市长强调，治水工作无上好，只有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之下，尽量做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，让邻近地区的民众也是讲商家，避免阁受到饮水之苦，市府一定会尽力来做。